欢迎收看一周网红。想知道这周发生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吗？究极懒人包，一周网红，小编直接给你抱抱。第三名，女生融化男生崩溃的女生怦然心动踏坡探，你够懂女生吗？看完让女生怦然心动的瞬间踏坡探，看你还敢不敢嘴。相信你每一次每一句，就算这个吗？影片男主角许书豪神全是各种狂招，暖得让女网友都融成一滩水。但男网友一句人若不帅再暖都是变态，神回复被赞爆。 PTT 更爆出暖男行为若是肥宅当主角的话 Oh no 都得到女孩报警中，已读肥宅滚啦的回复，无情结局在 PTT 被推爆，乡民同心协力帮 QQ。 不过小编想说，关于人帅真好这件事，我们是浪，眼泪都从海里来，哭吧就哭吧男孩。第二名，蔡阿嘎向170所学校线上毕业祝福。蔡阿嘎为了感谢从小陪伴他长大的网友们，一说错是从小到大都看蔡阿嘎影片的忠实粉丝们，竟然有求必应，一间一间拍给你看啦。一次向170所学校祝福，被念到学校的网友超感动，狂推蔡阿嘎超用心，快来看看你的学校中了没，小编有中呵呵爽。第一名，根本就不会再见面，惊见摇滚女生版。你听过女生版根本就不会再见面吗？好，那请问你听过安利吗？好的，我离题了。小编想分享的是最近听到最狂的 cover， 就是女生版的根本就不会再见面。仔细一看不得了啊，这唇膏哪买的？不对，翻唱的居然是摇滚女将黄美珍啊，连圣洁石本人都欢喜分享，上线甚至不到第二天就破800000观看，真心推推。全新若克版本超有态度，大撕毕业纪念册照片，想起我那哀桑的学生时代，嗨别提了，还是去听美珍的爆炸版，跟着怒唱一次好了。一周最狂的网红事件小编都给你抱抱，一周网红我们下次见。